现在呢，我要寄我的明信片了。它有分成两种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蓝色。那我要寄的是红色这个。它花了我点时间才走得到，我要赶快寄了，拜拜。Hello， 那个我要飞回台湾了。那这是我在纽西兰的最后一餐，我选择麦当劳。我选跟第一天一模一样的餐点，就是蛋卷冰淇淋跟 Kiwi Burger， 这算是他们当地才有的特殊汉堡，就跟台湾的一些堡一样。我很想念他的。Hello， 我吃喝完了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去登机了，就是最后能够待在纽西兰的八分钟。现在是台湾的1月6号早上，大概5点多，那我又踏回了台湾的土地。哇，旅程结束了，但很开心能有这段旅程。好，首先我有带护照。出国的时候一定要有钱。我那个信用卡跟那另外一个信用卡，然后水不能带进去，不过可以有瓶子。然后行动电源，然后那个是飞行的资料，就是什么澳签啊什么之类的。好，手机，我有带手机，然后外套，外套牛币，钱哦，你要不看钱的味道，就钱的味道而已吧，忍不住吐槽，谁不可以？那你出国前有什么心得吗？哦，今天下午我就是做了一件我觉得我已经疯了的事情。对，是疯了。我在早上Christmas party 完之后，就吃吃喝喝完之后，从下午1点到下午6点这段时间，我跟我的朋友去爬虎山，而且还要爬象山这样下来。然后那个爬就是要在这样子攀着绳索爬上去，再也不要相信外国人说 Let's go hiking， 那是假的。他们的 hiking 是这样子，我的 hiking 是用走的。就这样 ，See you。